是第一次看到我们在我们国家的话，就是在滨海的话有这样的一个遥感，还有这个商业的航天发射的这样的一个基地的建设，其实我作为中国人的话，是蛮自豪、蛮激动的。那边呢、啊、是可以当那个旅游景点，就是以后会有很多年轻人来，然后就有很多那个旅游团来，就是可以来参观，可以来看看我们的中国的发展。